云南昆明鹿圈县冬令发放，大山里的乡亲仿佛办年货一般，个个带着欢喜而来。关小辫子，你好，爷爷，桂英是你媳妇哈，哈，你来帮她拿哈，希望能够帮得上你啊，希望能够帮得上你，帮得上她，好。像爷爷这样背着竹篓来领物资是乡亲的标准配备，因为他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，即使身体有着病痛也得忍着。所以你也带长期，我也带长期，这儿子和他是身体好健康的、哦、那这样子生活很困难、哦、只有儿子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哦。体贴许多乡亲，提取物资不易，当地政府动员民兵协助，很多实业家也放下身段亲身参与。我看到那个很多师兄姐、师兄师姐都是很欢喜、很高兴的在做，我自己呢也觉得，有使不完的劲，跟大家一起嘛，就很开心。我送他东西，我要感恩他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布施这份爱，所以。我觉得这些乡亲们确实也感受到了。冬令发放，志工给予乡亲的不光是实质的物资，还有满满的温暖与关怀。大爱新闻郑胜美志工陈佩慈、张义川云南报道。